沙拉有约点，我会邀请不同的嘉宾上来我的节目倾下讲下，轻轻松松地分享他们的工作体验。Hello， 大家好，又到了逢星期六晚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沙拉有约了。沙拉今天邀请到个朋友上来，他的工作就比较特别一点。如果我讲出来，可能大家从字面一听，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专业的行业来的。但是究竟这个行业究竟是做啲咩嘅呢？咁我就等我今日嘅嘉宾讲一讲。我嘅嘉宾叫做天杰，天杰你好啊。系你好啊，沙拉。系啊，天杰咧，佢而家个工作咧就系一个自然疗法师嚟嘅。咁咧，大家听落去系咪觉得其实我谂大家有啲年轻一代都听过呢一个名噶啦，呢个工作嘅。咁就等天杰去自己介绍一下。天杰可以介绍下你自己俾听众听听啊。好，大家好，我叫天杰啦。咁啊。而家咧嘅行業啦，嗰、那個就係叫自然療法啦。咁其實自然療法咧都幾廣泛嘅，因為一講自然療法啊，個個可能身邊都實有啲幾個朋友啊，我係喎，邊個有個身邊啊，邊個都係自然療法嘅喎啊，我都曾經睇過喎。咁但係如果我哋呢、這個喺呢個行業嚟講咧，就好廣泛嘅。咁我會特別俾自己一個名稱叫人體能量分析啦，這個比較專門少少，就是真係針對翻個人身體嗰個能量，嗰、那個平衡狀態去做分析嘅。咁即係其實就係對於你譬如心肝脾肺腎啦，你嗰、那個器官功能啊、那個狀態點樣樣而去展述翻俾你聽嘅。咁而家就係我呢、這個行業啦，呢、這個我自己做緊嘅工作啦，我嘅職。是我的工作来的，这个是。不过呢，我这位朋友呢，我知道他呢在未做这个自然疗法师之前呢，其实他都是做另一些工作的，是不是？是啊，其实我之前不计说今年43岁啦，那我20几岁出来做事的。以前呢主要啦，即系做咗一个比较长时间，都系一个 I T 嘅工作。I T 亦都可能听到 I T 都好广泛，咁我系做一啲硬件啦、伺服器啦、网络维修嘅工种嘅。咁再之前就系写 program 嘅。O K， 亦都做过一啲 B I 啦，即系一啲有关 A I 人工智能嘅程式嘅工作嘅。系啊，就系、是、咁。哇！简直是很大的转变，其实个 feel 是很大的转变。是啊，直情是早转行的。即是40岁才来转行的，可以这样说。哦，但是一个即是我的意会就是一个其实很专业在即 IT 方面啊，一些的电脑技术方面的人才。突然间这么大的转型，其实有些什么令到你突然间这么大的改变呢？自己病啦，自己身体出现状况先的。自己身体出现状况先的。咁啊，自己喺24岁开始嗰阵时啦，突然间去，我记得嗰晚系同我老婆啦，即系而家嘅老婆啦，即系嗰阵时系女朋友啦，就去一间金钟嗰个好嗰、那个嗰、那个出名嘅酒店嗰度食嗰个海鲜buffet。系，咁啊食完嗰个buffet之后咧，咁啊第二日咧个嘴唇咧嗰度生咗粒疮仔。慢慢地嘅，咁啊，跟住就去睇醫生啦。咁啊，睇醫生，醫生就話啊，你個疱疹嚟嘅喎，咁樣。我聽落去可能你聽落去都會嚇親咯。疱疹係啊，生喺疱疹喺嘴度喎，咁唔係應該生喺某啲敏感部位啊，或者性器官附近嘅咩？咁跟住講實講俾人聽，都俾人笑啊！嘴生疱疹，你做過啲乜嘢啊？即係咪叫唇瘡啊？啲啫，佢又唔係叫唇瘡，佢真係叫疱疹。咁我翻去 search 過，又真係有呢種菌係可以生喺個嘴唇嘅。佢唔知叫一型定二型，我都唔記得咗。但係有分類別嘅。咁啊，跟住就查，就翻去都俾啲藥膏我查啦。查完都係唔好。咁跟住再复诊，又系同样地都系俾翻药膏我翻嚟查，都见冇乜帮助。咁啊，继续都系去寻求其他西医啦，因为自己嗰阵时都系好相信西医嘅，即系主流医学啦。经过即系一路自己读书教育，都系有事就睇医生，有时就要食药，有时就要去聽信一些專家的意見。當時懂得只是看醫生，甚至以前自己一不舒服少少作病有少少不舒服，已經拍定少少的傷風感冒藥，當打底，當是預防，吃定一些 Panadol
当伤风感冒药咁嘅。咁后屘就讲翻自己个唇疮嗰度啦。后屘再睇其他医生，医生就开始话湿疹啦。一湿疹嘅时候咧，就会俾咩我哋咧？就会俾类固醇我哋查。咁一查咗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啦。咁开始蔓延开去啦，个嘴个粒疮开始到嘴唇啦。嘴唇同埋嘴唇上面嘅肉啦。人中啦、鼻下面啦，全部都开始框住个嘴啦，直头跟住就开始框住嘴啦，跟住俾人笑系乌嘴狗啦，系跟住开始蔓延到去面啦、额头啦、耳仔啦、颈啦，跟住去到全身都系湿疹。因为最惨系痕啊，系嘛？最惨系痕，夜晚瞓得好差，夜晚瞓系，哇，咁其实都跟住点啊？即系其实咁样维持咗几耐呢个状况？维持了我是零三年九月开始的，直至零呢啲出世零八年，零八年，咁直至我零八年就开始接触到真系自然疗法啦，咁开始有转机，中间都试过好多嘢嘅。譬如試過西醫試過啦，中藥就試過啦，中醫就不停係睇中醫啦，跟住就去可能做啲針灸啊，拔罐啊，拔罐係啊放血啦，用梅花針放血嗰個，我做過啦，你做過係咪啊？系啊，好痛咯！系啊，系咁哼落嚟咁啊！我仲记得喺个背脊嗰条大阵隔篱咧，有八个窿，咁啊，佢有一个五毫子嘅银仔咁大到啦，五毫子嘅银仔咁大，里边有啲针仔嘅，系啊，咁啊，不停喺呢个背脊度敲，敲到差唔多可以流血啦，咁佢就会整个拔火罐出嚟，咧就我仲喺块镜度睇到，哇！一放个火罐落去咧，佢就会扯咗啲血。出嚟哇！成同埋啲血系深色啲嘅，系啦。咁我就嗰个中医师就话啊，呢个系放毒嘅过程嚟啊！你睇下你啲血系几毒咁，系啊。咁嗰阵时仲以为啲曙光，因为痛啫，原来痕系仲辛苦。系啊，我忍痕嗱忍，我忍痛系比忍痕更加有耐性。咁因为为咗处理佢，咁啊有忍痛啦。系啦。咁跟住亦都试过一啲辟谷啦。辟谷即是断食啦，八日的清水断食，清水净系饮水，净系饮水，系咁啊！嗰阵时喺个过程里边，嗰八日系好有进展嘅，系同埋会瘦咗好多系嘛？系啊，瘦咗真系瘦咗十几磅啊！开始，咁但系咧，碍于因为食完断食完之后咧，个饮食习惯都系回复翻以前咁样，咁所以又将嗰个皮肤嘅状况反弹咗啦。即是一个这个主因啊，即是令到你因为是自己不舒服，咁就去寻求西医同埋中医嘅協助，即是甚至用好多唔同嘅疗法啦，咁样。是啦是啦。咁你嗰时嗰个人是即是总之你因为我想好多人都试过的，你一有咩状况呢，身边嗰啲人就会好多嘢介绍俾你嘅。譬如食乜嘢啦，有啲咩医生好犀利啦。这个疗法边个试过，边个朋友试过是得的啦，很多偏方啊，自然很多朋友踊跃的，发觉有些可能有些得过一排又不得啦，或者有些是无效啦，就是这样，都困扰了一段应该不短的时间，是啊，都应该都五年几六年啊，五年几六年啊，是啊，哇，咁后尾点算咧？后尾咧就最多尾有个朋友啦，有个朋友介绍咗一位自然疗法博士俾我识，咁系阿袁维康博士，咁佢就即系帮咗好大忙，就系佢解释咗俾我听点解会有湿疹，系，OK，同埋一啲佢开始处方一啲维生素啊，或者一啲 supplement 啦，健康补充品俾我，去提升翻身体，系，同埋佢就开始讲就戒口就好重要嘅，咁点解咧？因为原来咧，湿疹咧系我哋即系西医嘅湿疹啦，或者异位性皮肤炎啦，咁其实系因为皮肤受到真菌或者毛菌嘅感染，所以即系简单啲，即系俗啲就皮肤发毛，
咁皮肤发毛嘅时候点啊？嗰啲菌咧就喺你皮肤度生。咁佢中意食咩咧？中意食糖啦、甜嘢啦、容易发酵嘅嘢啦，譬如水果啊，豉油啊，呢啲本身系发酵呕出嚟食物啦。咁原来呢啲一路都唔可以食，系甚至所以嗰阵时点解红肉使唔使戒啊？红肉就睇点煮啦。因为通常肉基本上冇问题嘅，即系喺我嘅角度啊，冇问题嘅。但系关键就在于你点煮，同埋你嘅调味料、你嘅酱汁，你嘅酱汁系好紧要。你通常都系会落豉油煮噶嘛，系话呢啲酱料都会落加啲砂糖啊，同埋好多加工嘢，加啲味粉啊、味精嗰啲，其实系好有问题嘅，特别系对于皮肤嚟讲，咁就系嗰啲影响得最大。咁嗰陣時就開始戒好多嘢，戒好多平時生活上邊人哋話食得，但原來唔食得嗰啲嘢，譬如咩咧？水果，豉油，OK， 或者菇菌類，芝士、牛奶 ，OK， 係花生果仁，OK， 甚至係麵包。因为里面做嗰啲小麦系嘛，即系里面包佢个酵母嘅啲 yeast 嗰啲发酵，同埋现坊间而家嘅面包咧，佢都好多添加剂，甚至砂糖，甚至一啲牛奶系讲紧啲唔系太健康嘅牛奶，咁所以成个面包食咗出嚟，做咗出嚟，食落去味已经中晒咯。所以点解嗰阵时我讲翻转头就系点解我断食嗰度排会好啲，跟住之后。反彈就是因為吃翻咩咧？朝頭早起翻，朝頭早工食翻雞尾包，係哇夠曬。其實呢啲好多香港即都市人都一定會食嘅早餐啦，趕時間又快，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點解會有咁嘅？即係個皮膚出現咗個警號啊！俾你知道咁容易，好似係真係而家出到街個個都食呢樣嘢，點解咁容易會有呢樣？狀況出現咧，就是因為啲食物已經受到毛菌嘅感染，或者已經成為咗毛菌嘅食物。咁你食落去嘅時候，個人都未真係用到嘅時候，啲菌已經食咗啦。即係令到啲皮膚其實個抵抗力都差曬。係嚇，所以個人個能量低咗啊！即係翻轉頭，我個專業變咗人體能量分析。OK， 我而家個工作就係睇下有啲咩食物係真係幫到我哋。幫唔到我哋之餘，都唔好傷害我哋。傷害嘅就避免。是 OK， 咁跟住你即系真系咁又缘分啦，考即系令到你遇上阿袁博士啦。咁之后佢应该帮你即系彻底咁样改变咗起码个生活习惯、食物上面嘅食嘢嘅习惯之外，个皮肤应该都好大嘅改善，系咪？会啊！同埋戒口嗰阵时戒得都几，我讲嚟痛苦嚟形容嘅。佢戒痛苦嚟形容嘅，点解？因为哇，佢直情系。乜都唔食得，你即系听落去，你好似乜都唔食得，系咪？系啊，对于我嚟讲咧，痛苦。我后尾直头，我系自己连饭啊、淀粉质都戒埋嘅。即系直头系我进入一个叫做而家叫生酮啊饮食，即系而家叫生酮。你睇你个身形几 fit 就知啦，而家。但系嗰阵时就未有人提倡生酮嘅，但系嗰阵时我已经亲身试过生酮。咁嗰时听落去，咦都哇，好似好艰辛。又唔知得唔得啊？因为经过嗰。五六年不停俾人去叫我去试一啲疗法，都失望而回啦。咁到最后尾，唉，呢个都要试啦。点解咧？嗰阵时因为啱啱老婆怀咗小朋友，嗰阵时我大仔准备出世，咁但系嗰阵时个身体咁痕，咁点算咧？自己已经其实翻工都冇乜心机，做嘢都冇乜魄力，因为好攰个人，生啲皮肤病系好攰。又擔心唔知道會唔會傳染俾個小朋友，係咪都仲有啲氣味嘅？即係個皮膚濕疹啊，個範圍好廣嘅，即係有時會唔會咧？因為氣味我又唔覺，不過就驚係傳染，因為都自己都唔知咩嚟噶嘛。係因為有 genes 噶嘛，人哋話濕疹呢啲有基因會傳染。哦，即係代嗰啲係遺傳咁樣。好少機會啦。反而我覺得係而家嘅飲食同埋環境嘅因素。大概佔咗 95% 係因為呢樣，冇錯，影響狀況多啲。咁跟住即係當然，我相信係即係治癒咗你皮膚嘅問題啦。係啊，咁幾耐啊？即係其實成個過程用咗差唔多半年至9個月。
嗯，因为那时候我都颇为，我自己睇翻都颇为严重，系颇为严重嘅。嗯，哇，咁跟住就令到你改变咗，冇错，定系。咁跟住，其實嗱，其實即係一般咁啦。我唔舒服啦，我睇醫生醫好咗我之後，但係個推動力可以令到你將你嘅 career 都去改變喎、所以咧，呢個係好奇妙喎、其中呢個係第一步咧，令我相信呢樣嘢啫。係，但係我未真係去執行嘅。係係。直至乜嘢咧？直至係我個大仔出咗世。嗯。咁嗰陣時都仲未完全運用到呢方面嘅。技巧嘅，即系自然疗法呢方面技巧嘅，因为直至大仔出咗世之后咧，哥哥出咗世啦，系啦，哥出咗世啦，啊，成日发烧嘅，即系咳嘅，哥哥定你啊？你讲哥哥系嘛？个 B B 仔，佢仲系 B B 仔几个月嘅时候发烧，佢譬如佢九月出世啦，九月份出世嘅，咁佢喺六个月大嘅时候啦，九个月大嘅时候啦，一岁嘅时候好准确嘅，系三个月三个月先。都是会发烧的。咁嗰阵时咧，一发烧系点咧？咁嗰阵时公司都几好福利嘅。嗯。咁就去睇医生咧，就全包嘅。嗯。睇医生全包嘅。咁个下佢一发烧，梗系即刻送佢去医院啦。系。去沙田某间私家医院啦。系。咁直情系去私家病房啦。系。夜诊叫医生啦，咁去睇啦，睇。找啲兒科嘅專科醫生啦，跟住係啦，四出手羅。佢哋有啲駐診嘅，有啲住院嘅兒科醫生咁啊，叫佢哋睇啊，睇完都係俾啲咩處方佢咧？抗生素啦，退燒藥啦，係就係咁。我又係俾翻呢啲，係啦，又俾翻呢啲。咁開頭都有啲盼望嘅，係啊，係咯，盼望嘅。咁但係就煎熬咗小朋友好耐咯。譬如好精神入去，隻眼睛碌碌入去，好精神入去。但系一开始食退烧药，一开始食抗生素，就会开始吐泻。呢个系啊，呢个必然嘅。咁啊，帮佢一吐泻，帮佢抹 pat pat 啦。咁啊，咁啊，梗系会抹得好干净噶啦。系系。因为有粪便喺度，成日觉得唔卫生，抹到个 pat pat 红晒、损晒，佢就会好惨啦。一喐佢自己又会痛啊，又会喊。系啊。跟住食埋呢样嘢，我有经验。食埋啲西药咧。你自己有经验定你的小朋友有经验我的小朋友都是这样的意思。我的仔都是濕疹 BB 来的。是吧是啊曾几何时。跟住就咁到了一个礼拜后的时候七日八日都是出院的。出到退休先就出院的了退休先就出院了。咁跟住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就非常之低即是没晒心情的又没胃口的。咁翻住我对住抱住佢，唔知点咁样，我又冇精神，有冇经验？当时大家又系，不知所措啊！真系，我明白噶啲心情。佢仲同你讲，讲埋晒啲好吓人嘅，系哇！如果佢再唔退烧，川崎病啊，有边会脑膜炎啊？系啊，脑膜炎啊，即系吓到你好。呢个我知，我听过好多啦。好啦，咁啊，周而复始啦。佢六，佢半岁大试过啦。九个月大试过啦，到了一岁大嗰阵时候，都是咁样，重复呢啲咁嘅 activity， 重复呢啲咁嘅步骤，重复又重复呢啲模式。咁去到第三次啦，去到第三次嘅第六晚，我喺度谂，即系后屘又望住瞓喺度个 B B 又反省，其实呢个医疗方法、呢个医疗系统、呢个医疗系咪真系帮到呢样嘢嘅咧？为什么不是令他更加好更加出到来醫治好更加健康更加精神即是怎样能够可以治本呢为什么要打到他残晒冇晒体力而退了烧但其实不是好了的我发觉回去还有很多手尾筋的是怎样提升他啊他是怎样排回毒啊还要每次什么呢吉豆仔因为他 吃退烧药失光不得他就要在手那里手那里吉呢个我了解，系一个吉豆仔我仲记得，喺喺个手背嗰度吉支针落去，然后咧就开始吊滴啲，叫点滴啦呢啲其实，系啦，我睇见，哎呀揸只手啊点，即系手仔又俾人吉住，跟住佢又喊，咁又好似个心有肉赤，跟住又要得闲你，哎呀仲未退烧，我哋要咧同佢抽血咧去化验下到底佢有啲咩细菌喺度，咁跟住我就问，咁如果知道有咩細菌咁點啊？問個醫生，佢話知道咧，咁我哋就會俾藥佢咯。
咁我話其實你應該都俾緊噶咯，即係你已經俾緊兩隻抗生素，一隻退燒藥，咁仲有其他藥可以俾嘅咩？咁跟住佢都冇出聲答我。即系答唔到，即系唔好答到啦。即系其实我觉得有啲例行嘅嘢做，即系感觉系即系交功课啊啊！就再唔退烧咧，我哋有下一步做嘅就系抽血验啦。咁啊，直接化验下啲咩菌啦。其实有阵时验完都退烧啦，已经。其实你而家呢个 version 咧，同我即系以前我仔都系咁样。系系啊，咁所以即系话又涌现翻我嘅印象嘅 memory 出嚟。嗱，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休息完翻嚟，我哋继续听下天杰讲下佢点解啊，因为啲乜嘢嘅原因令到佢咧而家佢所讲咧就系阿哥哥咧，即系佢仔仔出世咗之后啊，又系因为有湿疹嘅问题，令到佢即系更加改变系一啲嘅想法。咁我哋休息完翻嚟，再继续听天杰讲下。电台 WhatsApp 欢迎留言9386-0758，留下你所讲的说话。沙拉有约，我会邀请不同的嘉宾上来我的节目倾下讲下，轻轻松松地分享他们的工作体验。好啦，又翻翻嚟沙拉有约啦。嗱，喺休息之前咧，咁啊天杰咧就喺度讲紧，其实佢有啲乜嘢令到佢咧由一个 I T 嘅专业人才而去转型去做咗自然疗法师。天杰，你继续啦。其实我哋医疗制度咪帮紧人，即系处理翻身体，去令到身体更加健康，去根治呢个问题咧。原来好像不是的喎，咁去到第三次發燒，即係啱啱我一歲，我仲記得一歲嘅時候，去到最後尾嗰晚喺醫院度，咁我就問咗啲人嘅偏方，問咗人嘅偏方點樣處理小兒嘅發燒症狀。OK， 咁啊，嗱，純屬個人嘅分享，可能未必有咩科學根據或者醫學嘅根據。咁呢啲係即係一路以嚟，一路講嘅分享都係我自己個人嘅經歷啦，個人嘅感受啦。所以啊，如果大家有咩疑問嘅，可以問翻你哋自己相熟嘅專家啦，或者醫學顧問啦。咁我就嗰晚咧自己用咗一啲 olive leaf extract， 即係橄欖葉精華啦。紫薇花的精华啦，去帮小朋友去退烧，但系期间咧就是停咗退烧药，因为喺医院咧每隔一个小时，姑娘都会入嚟帮小朋友探热嘅，如果个温度仲超过38度几咧，佢就会继续去处方或者俾退烧药个 B B 仔或者帮佢塞肛嘅。咁但係原来呢个退烧药呢係好伤害身体嘅。咁大家而家比较知识广泛啦，或者好伤肝啊，好伤肝或者好伤身体。同埋佢唔係真係帮到身体。因为发烧其实係一个症状，係一个信号，係身体嘅警号，话俾我哋听，咦，我哋身体而家有外敌入侵咗，我哋身体个自然嘅免疫反应就系想将佢排走或者将佢杀死。系，咁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将个体温提升，体温提升到40度嘅时候，病毒细菌都会不能够喺我哋身体里边生存。咁所以肝嗰、那个大脑、那个脑就会有信息俾个肝脏，帮嗰啲血提升温度，即系高血压。是好啦，咁而退烧药嘅目的，好似阿斋你曾经提过伤肝啦，系啦，因为佢停止咗肝脏某些功能，系，所以令到血液不能被煲滚，所以变相个体温跌咗落嚟，但系个坏处就系咁点样杀菌啊？个免疫力点样可以将啲菌去赶走啊？所以变咗呢个系一个拉长咗嘅战线啦。原本佢提升咗温度一下，一个 spark 升咗上去，啲菌一冇咗嘅时候，其实跟住就会慢慢退落嚟噶。系，但系不停去食退烧药嘅时候，个体温唔能够上到去，菌又杀唔到。但系个身体又 detect 到，又探测到我有菌有外物有异物喺个身体里边，咁佢只系不停去 order 个肝去做嘢，但系个肝又被藥物去干擾了，不能去
进行正常的运作。嗯，所以你未，我哋未，我入到去未，点解会烧到咁多日？就系因为身体又做唔到效果，系菌又唔走，咁所以咪好耐都唔好翻。咁所以当晚最后尾朕出现之前嗰晚，我就叫姑娘唔好再开退烧药或者冇失光。但系个姑娘都警告，哇，好高啊，三百点几，唔 OK 噶啦 ，OK 噶啦，你由佢啦。但系当中我就喂咗一啲提升免疫力嘅食片文俾佢，咁又点讲啊？橄榄叶啦，橄榄叶嘅精华啦，紫锥花精华啦，呢啲都系提升身体免疫力嘅，系啦，同埋有啲胶性银，即系我哋英文叫 silver colloid， 都系一啲可以灭菌嘅天然嘢嚟嘅，系吓。呢啲系我个人嘅经验啦，分享。咁跟住第二朝去七点零钟，我记住几多，退咗烧啦，即刻。系。医生跟住巡埋房，然后就话佢可以出院。嗯。咁经此一役之后咧，我就深深去被呢样嘢打动咗啦。喂，真系要即系得过，原来系真系得过，除咗喺我身上 work 之外，喺小朋友身上都行得通噶。嗯。就系咁。啊。真系好大嘅转变，其实即系听你所讲咧，因为我自己都系即系我有两个小朋友啦，咁我个仔都系湿疹 B B， 当时都系好似你一样咁困扰，但系嗰阵时我就唔识得话即系用另一啲嘅自然嘅方法啦。一啲嘅食物啦，啲 supplement 咧，俾我小朋友，所以佢长期都系要食抗生素啦。因为佢成日都发烧噶，都系，即系一个月咧，起码都烧几次，同埋个个礼拜睇医生嘅，真系。咁佢啲气管都系差。系啊，如果嗰阵时真系变咗唔认识啦，咁所以其实个小朋友个体嗰个抵抗力系好差嘅。系啊，所以同埋我自己有两个小朋友嘅，而家一个11岁，一个8岁啦。咁大哥嗰啲经历都有学习嚟嘅，咁啊都冇乜后悔嘅。咁佢大哥仲打咗好多疫苗添，两岁前嗰啲打晒噶啦。因为嗰阵时虽然佢发烧，但系都打埋啦，即系都有个地未完全100%去投降嘅，都仲有去打晒所有嗰啲疫苗嘅。嗯。同埋因为嗰阵时公司包嘛，咁啊医疗福利咁啊，咁呢啲咁好嘅 benefit 就唔好啦，反而就系嗰个贪小便宜嘅心态，令到啊就做咗啲多余嘅动作，不过唔紧要，后屘都有啲嘢解决到，咁啊细佬出世又比较幸福啲，咁啊因为阿哥哥三岁左右去先出世啦，嗰阵时都经历过晒嗰次，所以佢都行少咗路，行少咗冤枉路嘅。咁我发觉佢哋两个咧，我唔去干扰佢哋嘅免疫力嘅时候咧，即系话边只唔去食一啲抗生素啊、退烧药嘅时候咧，佢哋虽然会发烧，但系佢哋烧嘅时间会越嚟越短。嗯 ，OK， 即系可能哥哥嚟讲，佢烧可能烧五六日嘅。嗯，以前咁啊，烧啊三日。咁跟住烧两日，可能烧一日，后屘烧八个钟，后屘可能烧四个钟，佢又会自己退落嚟嘅。咁其实我记得呢两年都好似冇一点发烧噶啦，已经系冇发烧啊。哥哥自己都记得系冇发烧，咳都冇咳过添，佢自己讲。佢冬天我冇乜特别叫佢去着好多衫。我话你自己去自己处理啦，冻嘅话你就先着啦。可能其他同學咳到戴曬口罩啊，或者係著好多衫，佢都 OK 嘅，即係冇被感染。因為我相信自身嘅抵抗力係大於一切。就係因為咁係嘛，即係令到你毅然就真係會去研究自然療法啦。係，可唔可以咁講啊？都可以再深入研究啲，因為其實我本身咧，我自己嘅本科咧，係讀呢個二肢矯形嘅，喺香港理工大學喺20多年前。咁再之前咧，应该咁讲啦。我其实我再讲远啲咧，我本身系中学系理科出身嘅。咁啊，都读个 A level 啦。咁后屘去 Poly 读咗个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咁啊，读工程啦。工程有个好处就系令到个谂法，令到你嘅谂法系解决问题嘅。OK， 系点样揾到问题嘅症结，点样解决嘅问题？呢个系 engineering 嗰个角色。那個角度去想，所以我自己 trouble student 方面比较强的，想找到最入的点，真的解决到的问题。跟着就个DB 就读了个二肢矯形啦。二肢矯形做什么呢？就是帮人做假手假脚，
做啲矫形架，腳嘅矫形架，你見到嗰陣時啲人啊骨折，啲腳骨折嘅，咁我哋幫佢做啲腳托啦。即係醫院見到嘅職業治療部嗰啲咁，係咪類似嗰啲？係啦，其實理工嘅復康科咧就有好出名嘅物理治療啦，大家都覺得啊，你指矯形啊，係咪即係物理治療啊？咁其實我哋隔離嘅。職業治療、職業治療、物理治療同埋二肢矯形嗰三科咧，係一齊嘅，係一齊配合嘅，一齊配合嘅。咁啊，職業治療會做手方面多啲啦，二肢矯形咧就會做腳嗰方面嘅多啲啦。咁所以我哋嗰陣時上堂咧都一齊上嘅，係基本嘅科目啊，基本譬如 anatomy 解剖學啊。physiology 生理学啊，一啲咁我嗰时都有读病理学啊，有啲 biomechanic 啊，因为我哋要做假脚啦，咁会有啲工程少少嘅，做一啲支架啊、脚托啊呢啲讲求力学啊嘅都要读嘅，咁啊打下石膏啊，做下鞋垫啊，呢啲都系本身二肢矫形嗰个强项嚟嘅，咁所以我本身都有呢啲身体啊，或者少少复康科的背景，所以对于一些身体里面的器官的构造啦、功能啦、点运作啦，都有些基本的认识。所以当我 去了解自然医学的时候，会有些得心应手啦，有一些不用那么多力啦。咁跟住咧，你是怎样去转型呢？即首先一定要 take 个 course 咁啦，系嘛？首先呢我就都跟住呢，係啦，跟住到咦阿仔发烧好返喎，即係得喎，咁跟住即係學啦，學咁會搵返嗰時，我搵返阿袁医生，係首先提过啦，袁医生學咩呢？學一个叫做肌力測試，英文叫做 muscle testing， muscle testing， 咁係其实呢樣嘢都广泛㗎，你 muscle testing 肌力測試在上网搜寻已经找到很多一些示范或者怎样应用。袁医生的教导就是怎样用这个肌力测试去了解自己身体、了解自己身体的器官功能、组织功能，甚至那个营养的状况，即是你那个维他命 A、BCDE 在身体里面的含量够不够、还有你如果是细菌病毒寄生虫的状况是怎样都会知道的。跟住呢，跟住即是下一步是怎样？下一步就学完啦。当然是在应用自己家人身上啦。虽然我仔冇点发烧，不过他就成日咳。咳的时候呢就会利用他来做一个自己的练习啦。究竟哪一隻咳藥適合他呢？咳藥是講中藥、中藥來的。那麼開哪一隻中藥適合他呢？因為原來咳有很多款的、寒咳啊、燥咳啊、okay， 那個份量又可能有不同的、跟個樽後面寫的有不同，因為通常真正病的時候要那個份量是比個樽後面寫的需要多的，那多到多少呢？咁就可以通過嗰個肌力測試去問翻阿仔嘅身體，咁啊，然再俾翻適當嘅份量佢。係喺個過程係會好掙扎嘅，因為咦有次得有次唔得，好反反覆覆咁。同埋最大壓力就喺家人嗰度。即係譬如可能有啲老人家嚟到，咦仲咳緊喎。得唔得㗎？你啲嘢不如帶去睇醫生啦。看医生稳阵啲，即会有呢啲咁嘅。但其实我对于你讲嘅肌力测试呢四呢个名词咧，都几有趣。系啦，肌就真系肌肉啦。肌肉点样肌力测试法咧？会唔会即系可以讲俾我哋啲听众听下？嗱，肌力测试咧，嗱，我讲个技巧先啦。历史就好长远嘅，系由1940年开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个脊医，发现到原来肌肉嘅力度强弱系反映咗身体嘅状况，咁去做，跟住一路就开始系研究噶。咁如果喺我哋嘅操作嚟讲，就系一样嘢，如果对身体有用有帮助嘅时候咧，个肌肉的力量就会强。那么怎么测试呢？通常是有个被测试者就手伸了出来。伸直的时候，那么测试者就会用自己的手去
按对方的手。嗯。咁如果按落去嘅时候有力。嗯。咁讲我咪叫做肌肉系强。系。呢、這个 pass 系 OK。嗯。身体 say yes 啊。嗯。到如果被测者系弱咗落嚟。系。即系点样只手俾人按咗落嚟啦。嗯。啊，肌肉冇力啦。咁我可以话呢样嘢系肌肉弱咗、嗯，身体 say no。嗯。咁相对应咧，如果啊仔仔咳嘅时候啊，咁可能即系佢气管较弱啦，呢、這个气管嘅功能较弱。咁我哋手会放喺佢嗰个气管度啦。嗯。然后再放相对应嘅所谓中药落去，或者湿片文落去。嗯。到底身体需唔需要呢？如果呢样嘢放落去身体嘅时候，肌肉的反应力是强、嗯、即是身体告诉我们这件事帮到他、嗯、帮到他的时候，那我又可以应用在这个症状那里。哇，我听下去了，我觉得很奇妙、啊、是即是都挺神奇、啊、其实跟自然疗法那个起源呢，即会不会在西方国家起源，即因为 通常我就真的觉得 很神奇、啊、总之就是了。咁啊，自然疗法呢、這个名好广泛，系啊。咁啊，点解叫自然疗法呢？就系自然咯，纯粹自然咯，嗯、就系唔系做一啲抗衡、对抗身体、嗯、创伤性、入侵性嘅方法咯、嗯，即系唔食西药，系唔去做抽血检查，嗯，唔去做咩内窥镜，唔做咩显影，唔做 X ray， 唔做 CT scan， 呢、嗯、啲都系自然疗法嘅对面嚟嘅。在我們的立場都是傷害身體的、嗯 okay? 純粹自然隨著身體而行的有很多方法的，其實大家我想 身邊實有幾個都是自然療法，譬如其實香薰精油啦、嗯、聽音樂啦、嗯、提光啦、嗯花精啦，即是貝菊花都很出名的、嗯Ricky 啦，嗯，啊，气功啦，其实呢啲都系唔伤害你身体，即系非入侵性嘅，系啦，非入侵性嘅，系、嗯、非入侵性嘅，嗯，甚至有啲好出名嘅叫顺势疗法啦，系啦，咁我就呢边要我哋我如果我跟阿师傅袁医生，我呢呢样嘢叫营养医学啦，嗯，点、嗯、样用营养，嗯，去提升翻身体本身应该有嘅能力，系，从而做到佢嘅功能。咁咪会健康咯，会身体会平衡咯。嗯，听阿天杰你咁讲咧，其实自然疗法嗱，当然佢系一个统称啦。咁佢喺治疗当中咧，其实嗱，之前你所讲就系一个肌力测试先啦。嗯。咁跟住仲有冇唔同嘅种类啊？即系个疗程方面系咪有啲唔同嘅分类咁样噶？如果再深入啲，即系呢几年啦，我开始开始呢个行业，从事呢个行业啦。嗯。发现咧，仪器都可以帮到手嘅，系，因为营养医学方面，佢自己都有佢嘅限制，嗯，即系限制于本身个人嘅消化能力啦，嗯，消化嘅吸收啦，佢、嗯 okay, 本身嘅血液循环啦，系，都影响佢嘅细胞吸唔吸收到营养、嗯，所以点解会有啲阿新嘅喂，什么纳米科技啊，或者呢啲嘢容易吸收啊，嗯、或者即系因为系真系原来身体嘅吸收系直接影响到。是那个营养是不是可以提升到身体、嗯、所以原来用仪器啦，譬如现在比较出名的叫做生物共振啦、嗯量子调频啦、嗯、这些通过都是又是无创伤性无入侵性的方法去用回振频、嗯、用回微电流、嗯、去提升我们身体的。是为什么用频率是可以呢、嗯、因为本身人是一个能量体、嗯 okay? 能量是什么意思，它有震荡、嗯、好像光一样，光我们就看到啦、嗯、如果光它在不同频率显现的话，我们就看到不同的颜色啦、嗯、不同的颜色的时候就 会有不同的结果走出来啦、嗯、跟器官一样，每个器官都有一个特定的频率去运作的，是正常的运作频率。好啦，如果当个运呢个器官有失衡，我唔叫病先，叫失衡。嗯、失衡有咩呢？譬如佢行紧903嘅，903频率嘅，咦、嗯？突然间去到903.1，
都仲运作到，903.2 都运作到，不过开始多啲杂音，咁如此类推又落啦。佢越偏离正常嘅运作频率咧，嗰、那个状况就越明显或者越严重或者开始有病征啦。嗯 ，OK， 咁所以我哋喺佢未去到偏离得太远嘅时候，注入一啲正常嘅频率，调整翻佢嘅时候，咁佢咪可以得以正常运作。嗯。所以利用翻我哋输入嘅频率，令到产生个共振而影响翻佢，咁所以呢个叫做共振疗法啦。嗯，哇，真系令到我觉得相当之有趣啊！其实咧，阿天杰咧，佢所讲嘅自然疗法咧，令到我衍生到好多问题啊！咁但系今集嘅时间咧，其实有限嘅，所以咧，我下一两集咧，我都继续邀请阿天杰上嚟咧，要接受我嘅访问。咁所有听众都记住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记住收听莎拉有约。到时咧，天杰会上嚟继续同我哋讲下自然疗法噶。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天杰，你记住，好啊，请我上嚟咯。OK， 好，拜拜。